这封信是想拜托你，虽然圣修亚瑞的威胁才刚解除，却有个新的恶毒诅咒悄悄蔓延开来，它的危害与凶险远超乎我的想象。我找到了阻止这场瘟疫的方法。 只要能够夺走那些怪物体内的腐化之心，就能利用这股力量来消灭他们。但我一个人办不到，我的盟友纷纷倒下，我没有足够的力量，那些恶意魔残暴无情，我需要帮忙，需要你的援手。